家好，我是张銮英医师。国内疫情趋缓，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哦。请海外回国者先通报，如果有下列情形，就需入住防疫旅馆：一、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、6岁以下幼童、慢性病患者；二、没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。以上两者，回国前请先完成订房。如果与家人同住，而生活空间可以确实区隔，且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，可以选择在原住所进行居家检疫，请在入境时主动声明，申报不实者最高可罚15万元。短期商务来台者，请一律入住防疫旅馆。最后，请民众配合政策，守住防疫阵线，共同维护大家健康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二月老师，欢迎收看咱当冲狠角色，吼、哦，每天都出色，今仔日有 happy 无？我相信咱的会员啊，哇，那爆死啊，哇，爽歪歪啊！哈、哦，来来来来，咱甲回顾一礼拜，拜一的时阵，那是什么盘？哎呦，吼、哦！开小高，然后呢，哇，拉高去，大起86点，吼、哦，咱这老师哦，哇，这讲嘞，挑战1万5、2万，用力买，使劲买，来来来来，二一老师，8月17号，恭喜，恭喜。拉高站卖房，都拜一去86点，吼、哦，大家拢醉去啊啦，拢忙去啊啦，唯独二一老师吼、哦，未醉啦。为什么跟你讲要拉高站卖房？因为啊，这个大盘对8500去到13000，去4500点。指标咧对超跌起个超热，势必要修正。那修正，我请教的是往上修正还是往下修正？当然是往下修正啊，已经超热去啊嘛。话则讲，你甲看重点是伫拜二，最关键是伫拜二哦。为什么关键是拜二？开盘起18点，哦，一般咱的投资朋友啊，哎呦，看起红，吼、哦，大家入去哦，买命哦，代志来啊！同我二一老师讲的，咱一般投资朋友吼、哦，没有预测开盘能力，结果呢，这个关键的一个时刻，方向拿捏错了，兵败如山倒。我请教你，开盘后的一个应对模式是看红黑吗？我才有跟你讲虾，哎，见红就买吗？见黑就杀吗？我这才跟你写讲，由于疫情的情况，咱就逢急杀占买方；啊，那符合预期，咱就顺势多空操作；啊，那不如预期，逢急拉占卖方。我就讲嘛，这礼拜。最主要的关键就是伫拜二开这个盘起18点，大家拢忙去啊，拢醉去啊。起18点哦，你会记哩吼、哦？拜二开盘起18点，但我教你讲要安那甲看讲，哎、欸，这是符合预期还是不如预期？来，我教你算。迄天台积电8月18号开盘起5块，但是你爱想哦。前一晚 ADR 去
2.27%， 那 2.27% 的换算台积电的话应该要起10块，结果它只涨5块，有没有符合预期？不如预期。刷了一点，它对大盘涨跌1块钱，对大盘来贡献是 8.6 大点，啊，起5块嘛，它换算是起43点。哦，你会记得吼，43点，干那一支台积电哦，开盘起5块，对大盘贡献43点。那我头拄仔讲大盘起几点？18点。台积电的贡献43点，结果大盘只开18点，安尼对吗？这样对不对？不对了嘛，对不？那不对的情况要怎么做？站卖方。所以那天哇，开高走低。为什么会开高走低？就是开盘不如预期，卖压涌现。啊，一个投资朋友还无喜无害啊，无也无紧啊，还好啊，哦，还好，继续来。咱甲看吼，咱讲甲拜三哦，拜三连续两支拢黑 K， 然后两天呢都慢慢的量能加温，这安尼咁对？这样搭配对吗？对不对？连续量增黑 K， 对吗？这表示嘞。卖压倒倒的，增温出来是卖压哦，不是买盘哦，你要了解哦，黑 K 棒哦，为什么叫做黑 K 棒？就是开盘在上面嘛，收盘在下面嘛，所以才会黑 K 嘛，对不？以 K 线理论来讲，这是不利多头的一个情况呢，这你要有所了解啊，但是投资者。这线号啊，这融资，哎呦，还在高水位，哎，无风无油啊，不要紧啦，搁看啦，哎，是啦，好，来，甲拜三，你感觉还没有什么风浪嘛？哦，来拜四，讲到今仔日8:45，请教，投资朋友8:45，你起床了未？要开盘呢？而老师这通信息非常的紧要，非常的一个重点。在跟你讲 FED 开会的记录在破冷水，为什么？一定讲持续的工位危机，啥叫做工位危机？啊，就武汉肺炎啊，对不？哦，严重影响经济成长。何为严重？我问你，何为严重？这两字要怎解释？所以讲，昨天美国盘全数都收黑，台积电的下跌 1.1%， 台指期开盘54点，局势呢偏弱，偏弱哦。提防什么？来，提防什么？鳄鱼老师后边这股写啥？提防卖压涌现。几点几分？8:45。或许投资朋友还没起床呢，还阁杀无涨呢，还没有警觉性，对不？鳄鱼老师8:45，都甲你提醒啊，提防卖压涌现。人客，你要怪鳄鱼老师太准吗？鳄鱼老师哪无遐准？你看这包要创啥啦？这不是综艺节目呢，这有关于咱要赚钱呢，对不？哦，你看到讲哇，夭寿哦，坐落来633点救人哦，哦，也要画救人的，遐还佫有救，遐有诶脚拢麻去啊，唔知通走诶，迄就严重啊。
你给我回顾一下，8:45，这是不是今天日期？8月20号，人家提防卖压涌现，8:45就给你提醒了，结果说鳄鱼老师乌鸦嘴啦，吼，先讲就对对啦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讲咧，所以我讲嘛，微博先知就是安尼啦。咱拜一的时阵，就甲你讲为什么要往下修正，有无？为什么要拉高战卖方？你即马安尼体会会出来无？体会会出来讲，鳄鱼老师安尼会准度无？甲人无共，我毋是马后炮，拢甲你讲进前。对拜去8:00的时阵，就甲你讲哦，拉高战卖方。啊，你都无要无紧啊，还在迷失讲1.5万、2万。谢谢，感恩，多谢。我替所有的咱的会员朋友甲你感恩。那无你安尼输，咱的会员也阁无赢遐济。嘿，啊，你输愈济，咱会员赢愈济。这就是借贷法则。有人输遐济，都是有人赢遐济，都是遮简单，对吧？所以我甲你讲啊，今仔日8:45，你若是鳄鱼老师的会员，接到这通信息，提防卖压涌现的时阵，我请教，今天应该占买方还是占卖方？是做多有利还是做空有利？我问你这个答案都上简单，最主要。尤其在做当冲的投资朋友，你要先了解今仔日是压多一势，比较容易赚到钱。你若鳄鱼老师8:45这通信息的情况，你还会硬去做多吗？你当然嘛会跳嘛会赚嘛，安尼就对啊，安尼就对啊，吼，顺势哦，赚钱哦。是不是真简单？嘿，咱的会员朋友慢慢体会鳄鱼老师说下来这些字眼啊。来，第十连胜了啦！昨给你出招无？嘿，咱昨还阁20-20个打电话来，共同体验。来，咱唔免管你右边猜啊啦，直接拓答案啊啦。爱普，前两日咱爱普甲放空一届。来，提证据给你看。在礼拜二的时阵，爱普第八连胜的东西，开盘就给弄下去，28块的价差。为什么原因讲爱普甲提来做空？本益比超高啦，120倍啦！你莫去想哈，我著讲嘛，台积电才24倍、25倍，啊，爱普差个120倍。本益比越高，越容易引来获利卖压，所以嘛，爱普过来体验一次，过来体验一次，你来看麦。这人今仔日发会员的信息，9:02，赶快盘开落的时阵，鳄鱼老师就给弄落去啊！爱普本益比严重超高，有无？325先卖出。325，哎呦，老师，啊，你这都叫穿价期的上悬来个331啊！来，咱讲借一卡，最高偌济？331，啊，咱建议会员做偌济？325，哇、哦啊，这都拢穿价成交，无意见啦嘛吼、哦，对不对？简单讲，啊，所有会员呐、啊、挂单的去全部都成交了嘛，9:02的代志啊，啊，这都已经拢穿价成交啊，啊，结果呢？啊，结果呢？啊，结果呢？你甲看麦，最低偌济？295，下个跌停板，30块，跌起来落底啊，烧烧。你知道30块的意思吗？一张股票赚3万，做10张嘞，赚30万。所以我讲，当初若要赚你10万，赚100万啊，好，介简单。重点是啥？顺势做单，
安尼对二一老师做这安尼做了有爽快无？来，295回报30块，做10张赚30万，吼、哦，有好念无？安尼我阁甲你回顾一下，来来来，咱阁重来一次，吼、哦，这安尼8:45，甲你讲提防卖压涌现，对不？抓咧咧，爱普。先卖出325，抓咧咧跌停板295，安尼30块。这个讯息谢人才有，会员才有，包括你昨昏有打电话来，要来共同体验二一老师第十连胜的这些观众朋友，你嘛拢了解，30块，做10张赚30万。安尼，我请教你，赚钱容不容易？太简单了嘛，对不对？嘿，先决条件先对啊，对人啊，哎，对啊，对人哦。礼拜一起106点，人家你讲15000-20000，你甲注意看遐老师，伊是今仔日安那讲，你甲注意看，对不？所以啊，二位老师拢甲你拼吼，真材实料的啦。明仔载吼，咱吼正经啊，一步一步啊，要来挑战连胜的记录。偌济连胜？18连胜。即马到今仔日是第10连胜，第10连胜。来，马仔，你不赚别人赚，你卖怪人讲啊，赚较好额。你对二一老师的卡波这简单呢？扫描 QR code， 还是电话卡入来？诶，我请教你，一通电话要30万吗？哎呀，免，唔免吧？但是你奈无卡，啊！你今日输的不止30万哦，你唔是赚30万哦，你输的不止30万，所以我出招你，明仔载换一支，换一支。你一工一工安尼，你看讲，哇、哦！啊，二一老师当初怎样样这厉害？吼、哦，第一胜大血光，6.5块的价差。第二胜创意高块的价差，第三胜易丰15块的价差，第四胜永日4%的价差，对不？过来第五胜，这个四星12块的价差，第六胜华汉15块的价差，第七胜硕和3块的价差。过来第八胜，爱普28块的价差，再来第九胜，强茂3.8%的价差，再来今仔日第十胜，30块的价差，赶快是爱普。所以嘛，趁钱我就讲嘛，顺势来。好简单哦，要赚你10万、100万哦。对二一老师来，这简单呢。明仔载就换一支，要来赚的紧啦、啊，3弹、4弹哦，大概啊四支过在你分别比啊。我无先给你收钱哦，先决条件嘛爱赚到你爽，对不？你嘛爱体验讲，二一老师。看高高啊，那样高安尼啊，迄当冲哦，哇，安尼一届一届安尼连续一直甲赢赢，甲今仔日第十连胜啊！咱的记录18啦，18连胜，啊，这主管单位有规定，我袂使甲挂保证哦。这我甲你声明一下，对不？但是我二一老师不拿你的幸福开玩笑，因为二一老师拢有做功课的，是不是？你看今仔日哇，坐落来600多点才来开始紧张哦，来来来来来。9:25，卖压涌现了哦！建议嘞，剩余的多单全数市价卖出。咱剩余的多单是啥？有无？咱前后甲你做一下说明的，财报优异的，咱才甲提来做多。大学光，有甲你出招无？讲为什么获利超前？哈！啊，人怎么涨停？啊！人就要搁涨停，啊！今仔日甲卖出，
53块的价差，53块的价差，第一粒第一烧烧，过来过一支，过一支，嘿，你来看安尼，53块是这支大雪光，过一支是啥？昌河，讲本益比超低，对不？啊，个获利超前，人去起2块，过来去8.5块，今仔日甲卖出，赚35块，就安尼，短短一礼拜时间，多单全数落袋。来，即卖咱咧讲咱的空单啊、哦，吼、哦，来，讲到空单你卖错哦。啊，我若讲到你的股票吼、哦，你家己斟酌一下啦，是毋是该爱买啦？卖气气啦，好不好？我这吼、哦，叫做化水的跟动，总该加股啊。为什么赵康财报衰退亏损呢？来，咱先讲这支易经光8月17号，二一老师都已经给你提醒了。安尼，8月18号，虽落48块，8月20号今仔日嘞，搁落47块，安尼就赚你82块啊！干那易经光，过来同志嘞，跟你讲，伊这嘛亏损公司。讲完，隔天刚跌停板。今仔日嘞，又搁一支跌停，尾后又倒回来啦。啊，二一老师嘛，搁照样不误啦，14.5块的价差啦。刷嘞嘞，创意，这嘛是衰退，获利衰退。人客，涨19号落4.5块，今仔日落28.5块，安尼二一老师赚一支嘞，35.5块的价差，安尼水无？过来硕和。亏损公司，外资拉高再到货，对不？来，拜三落6块，今仔日搁落8块，那安尼这支股票的价差16块去啊。过来康控，这嘛是亏损公司，来拜三落2块，今仔日18块的价差。我若点着名的股票，你手头若有，请你家己尊重，莫甲我叫，因为我是领会员的薪水，我爱对会员负责。你若讲你对我的会员得了钱，会甲我干叫无？当然会啊！啊，我若帮会员赚钱嘞，咱会员才欢喜的啊。所以讲，咱的立场需要敌对吗？无需要。你可以对二一老师来共同打拼，你继续看，这今仔日建议的放空的股票联雅，为什么破底？本益比超高，这个真顶为什么破底？获利衰退，我做多做空绝对拢有原则的，唔是啥咧乌白来，对不？所以我讲嘛，有钱大家赚嘛，无上起码吼。你来感受一下二一老师这当冲的实力，明仔载这支，若有兴趣的赶紧扫描 QR code 还是电话卡入来，我们稍微先进广告，稍后马上回来。除非取得授权后才能和大家分享呢。抱歉，身为直播主，今后我做直播时一定会注意著作权相关规定哦。直播有授权，分享才安心。振兴经济总动员，自己的财富自己来创造。振兴经济加码送，让您轻轻松松纵横股海。振兴专线02-8512-5858，02-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，02-8512-5858。涨停，涨停，又涨停，你抓住了吗？
亚太国际精英团队，眼光犀利，经验老道，专业领航，强势获利。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，0285125858。振兴经济总动员，自己的财富自己来创造。振兴经济加码送，让您轻轻松松纵横股海。振兴专线0285125858，0285125858。咱做股票，爱知影讲为何而战，唔是三日乌白付的，唔是三日乌白做的，钱唔是遐简单赚啦。咱讲做多要有做多的原则，财报优异的。做空呢，咱得爱找个财报衰退、利利落落的。那先决条件，咱讲要安怎做多做空，先看方向，先看方向。所以我说嘛，人家人现在、已经十连胜了，当冲明天再换一支，要继续给他赚下去，当然买啊，会员加入，热切期待11连胜。如果要来共同挑战纪录的，赶紧扫描 QR Code 还是电话卡进来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